臭臭螺蛳粉，日本人到底能不能接受？今天带大家来验证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远嫁日本的金姐，刚刚下了班哈，我来嗦一个螺蛳粉，我老公也要吃，他是第一次吃啊，看看他是什么吃相。然后吃个螺蛳粉可是新鲜水，看看这个买的这个，来现在来做一下，好臭好臭，想念想念，隔三差五就想。这个是凉水。我以前在家的时候都没吃过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就吃一次之后哈，就感觉特别好吃。刚才差五就想来一包这个一包粉啊，这个粉还是蛮多的。因为我们两个吃呢，我每次哈都这个粉吃不了，我就剩下点啊。今天嘛，把它全都放进去，因为我老公也要尝一下。看看我这上完夜班的眼，你看。这双眼皮变得这么爽了，我以为的还以为那个啊，结果把眼皮给割坏了。等一会儿再给它煎个鸡蛋放进去啊。哦，吃喽！先用多一点油呢炸一个鸡蛋。哎，看电视上那个油少了都炸不出那种感觉来。平时也我都得只放几滴，这也还不行哈，看着好像油很少，就开大量火，给它炸起泡来。还是第一次放这么多油，好嘞好嘞，吃锅吃锅。看，在这里锻炼身体呢。现在呢，出来摘几个木耳菜。今天又是一个大雨天呐，木耳菜得来几个，这就有菜菜了。直接在院子里采，个顶个的比手大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嗯，我要做饭呢。这玩意儿都煮的稀软稀软的菜。先使劲煮一下，把东西全放进去，中间放点豆腐，洗竹锅，里面就有点像炸豆腐，这里边还有一点，里边还有点花生，然后自己再加点。有两个圆葱冻里的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再放上两颗我自己煮的鸡，一人一个。然后掰点葱，就掰点葱，就不放辣椒了。但是这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辣。然后再放点我们自家产的木耳菜，拌一下去。如果有香菜的话，那香菜呢还很小。好喽，糯糯的粉儿，如果不红不好看。忘记放鸡蛋了。是汤。
난 돈이 아니네. 매우 오시네요. 단단 타베로도 오시고. 干嘛呢？吓得嘚瑟了？啊，吓嘚瑟了，不去啊？不行啊，不行，臭啊！进去，等着我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. Well, 我靠地了。看看，我看看，好看吗？快点给我吧，我给你洗的澡，来给我，来。呀呀！给我，烦了！你咬我的被子干嘛？咬我的被子干嘛？哎，呜、嗯，哪里摸来的呢？对不对？特别的，啊给爸爸给你。你那也蛮快的。啊？好近啊！来。哟！快快啊！我坐那里，我坐那里。我贴完，我贴，我贴，坐坐坐。不行吧？不行。怕吧怕，怕，掉了一个，不行，好，怕吧怕，嗯，那不那的，这还有，我哪里有的？你又压了，都好，都好看，他烦我，啊，啊。刚才还不让我乖你的脚，还不让我剪毛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不让我剪毛？